相通的感动。每一位读书人都有着世间最美好的诗句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1.6 龙口广播电视台文学之声，我是小爱。今天的节目首先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告诉孩子，并不是比别人更优秀才会更幸福。作为家长，